上有一张啊，黄晓明、孙红雷、林永健他们三个人著名的合影。著名合影。这个这黄晓明跟孙红雷，还有林老师。我说句真心话啊，这个奋斗的状态，还挺像的。你想不想看一下这牛头梗？我特别就这一只，到底像不像？就这一只啊？对，钱来了吗？来了。好啊，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。我们这条牛头梗到底有没有来现场？对，哎，来，有请。哇。小叶是著名的时尚博主啊，你养它多长时间了？6年多。哇，好壮啊，这个小狗。就因为它的破坏力特别强，然后它的那个运动量也是要非常大啊，所以遛的时候，我每天遛它的时候，它在下面像那个城管一样，然后再到处搜寻有没有什么猫啊、狗啊，拉不住，拉不住它。你看这个绳子多粗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么粗的，这种狗狗它对小朋友怎么样？对人就非常非常好。大俊宝贝儿，你喜欢狗狗吗？喜欢狗狗啊。如果说这条狗狗你今天就看了它一面之后，你将来就再也见不到了，你会跟它说什么？不说，给它拍张照片。大俊是这样的，只要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下一次见面比较困难了，就说哥们儿拍张照吧，合张影，就合张影。这样吧，让林老师跟那个大俊跟这个加上这个狗狗拍张照，合张影。来，哥们儿，您这怎么辈分论的？好，三二一，好。漂亮，好的，谢谢，哎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，谢谢您，谢谢。